自行注射 elastomeric intimate。为输注作准备，在预定输注前约三小时，从雪柜中取出 Baxter elastomeric intimate。如果 elastomeric 好冰冻，输注速率可能会比预期中慢，从而加长输注时间。就以下事项检查输注装置，核对标签以确认药物是否正确，名称正确，药物正确，外壳干燥而且没有泄漏现象，储药器中的药物应该是透明的，而且并无肉眼可见的火粒，气泡应该只是碗斗大小或者更小。如有发现任何不妥的地方，请不要使用该装置，并通知药房，然后再目测检查另一个输注装置。给进行输注的空间作准备，找一个合适的空间，并将其清理干净以进行输注。清洁该操作空间，然后清洗你的双手。清洗双手和手腕15至30秒。冲洗双手的时候，请将手指向下。使用洁净的纸巾或者毛巾擦干双手。集合并整理好输注用品。生理盐水冲洗用注射器。消毒巾。Elastomeric intimate。进行输注。使用消毒巾抹干净毛针接头15至30秒，并等待消毒剂变干。推动并顺时针旋转，将生理盐水冲洗用注射器连接至毛针接头，以此冲洗静脉输注导管。打开血管接入装置上的所有夹子，然后按指示冲洗。冲洗后，将打开的所有夹子关闭，然后握住毛针接头，逆时针旋转注射器，将它移除。使用消毒巾抹干净毛针接头15至30秒，并等待消毒剂变干。打开并取下 Baxter Elastomeric Intimate 上的盖，然后推动并顺时针旋转，将其连接至毛针接头。打开血管接入装置和 Baxter Elastomeric 装置上的所有夹子。在输注过程中，将 Baxter Elastomeric 装置放置于平整的台上，请远离任何热源，例如散热器、暖炉或者烤炉。将 Baxter Elastomeric Intimate 与你的血管接入装置对齐。监测输注时间，护士或者药房会告诉你知输注的总需时，然后等待输注时间完成。在断开之前，请确保药物已经完全输注。断开输注，完成输注后，关闭 Baxter Elastomeric Intimate 导管和血管接入装置上的夹子。紧握毛针接头，并逆时针旋转，然后取下 Baxter Elastomeric Intimate， 彻底清洗双手和手腕15至30秒。以消毒巾抹干净毛针接头15至30秒，并等待消毒剂风干。推动并顺时针旋转，将生理盐水冲洗用注射器连接至毛针接头。打开血管接入装置上的所有夹子，然后按指示冲洗。关闭血管接入装置上的所有夹子，握住毛针接头，然后逆时针旋转以取下注射器。
请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指示处置 Bacillus Tumeric Intimate 和其他用品。